但看到身边很多朋友的动态，我都在发在，好像在练习，然后就很期待，因为那些在我身脸书的那些朋友，运动都真的蛮不错的，对，然后感觉第三季会蛮猛的。最近灵感涌现嘛，因为你第一张到第二张的时候隔比较久，但是好像这次，主要太久没碰音乐，因为太忙，然后有时候通告一多，表演一多的时候，其实你没有什么能量去静下来创作，对，然后刚刚好运动会结束，然后过一个疫情，其实我也没什么在碰音乐，我就是完全是在休息，因为运动会很累，然后现在开始碰音乐就特别有新鲜感，我也觉得做音乐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咯。哦，所以是在疫情后，大部分在疫情后创作，大概就在这一个月。哇，我相信你不会让大家失望。那天直播有说新专辑就等于第三张专辑已经做了七首歌是吗？对，但因为专辑会删删减减，对，那这次在写专辑的状态又跟以前不一样，因为我写专辑写歌的起步是比较晚一点，可能 MP 里面就是以单曲模式在创作，那如果要创作专辑的话，我觉得上一张比较算是第一次，对，那所以这次我会以整个专辑的逻辑去写这样写每一首歌，而不是就是随意的去写了很多的歌，然后选好的歌，然后再慢慢的找好的主题放在专辑里。要不要分享一下？因为今天就是要公布第三季的名单，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什么朋友有特别来跟你请教？请教没有，请教不敢当啊。可是有听到一些朋友好像要去，然后我也不确定，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很忙，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追问。但看到身边很多朋友的动态，我们在发在，我们在练习，然后就很期待，因为那些在我私人脸书的那些朋友，运动都真的蛮不错的，对，然后感觉第三季会蛮猛的。歌手吗？期待啊，歌手啊，我歌手好像也有，歌手也有，但就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，所以我是想帮大家加油，因为不管你是厉害还是不厉害，你去那边都不容易啊。那你身为就是学长的部分，有没有什么建议？比如说，如果已经确定今天就确定知道自己是议员了，有没有什么准备？建议不敢当，可是我觉得一旦你下定决心呢，确定要去的话，那就是你就把这半年都交给全明星，然后也交给你的队友，交给你的领队，然后把心就是完全投入下去，这样子你才不会浪费这半年。对，你就是一定要全心的投入，你才会获得很多东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